新一区的房子算什么？算什么？豪宅算什么？我们要去，但是我们还是很想知道到底斗内是多少。江宽，那你这样子有没有遇到比较很奇怪或太过热情的粉丝呢？有啊，当然一定有啊，就是会私讯你，就是说可不可以要你的原味内裤，约你出去吃饭要多少钱这样。哇，这么直接啊。对，可是当然我们是不可能有这些服务的，那我们都会前面都会是笑笑的回答说我们没有这些服务，那如果他再继续骚扰我们就是封锁加投诉这样。是，你们好像都有管理员会很有秩序的去帮你们，应该说是先过滤筛选，是不是？对，我们只要上来如果讲太多不 OK 的话，我们管理员会自动会把它封锁。对，会封锁，会保护我们。所以还是有一些安全机制的嘛。 对，请教阿娟，阿娟那样直播带货的时候有没有粉丝问很有趣的那个提问？很有趣的问题，当然你就哇，有时候看起来就啼笑皆非，或者觉得哇印象很深刻有趣的。我们这边会有的话就是小小的开车，大家应该知道就开车哦，对对对，我们这边也会小小的开车，但是因为我们这边还是老少皆宜的节目，是不是？所以不能开太大，所以会有一些这样问题。比如说我举个例好了，我们男生使用的套套，然后他们就讲说，你知道200块跟250块差在哪里吗？好，我们就会讲哦，200块的是 M 号，250块的是 L 号。好，所以这位先生，你要买200块还是250块？通常男生都会选250块，可是其实内容物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可能要推250块，我们可能设计一些问题有趣的，或者在节目上面对做这样子的，或者是说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开车啊，或者譬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跟我搭配的直播主嘛，他是营养师，所以他也很厉害，然后我们就会讲说，哎，你东西不要只放在购物车，要结单。要做一些动作才会比较开心，就类似这样子的，可能会做一些这样子的问题。你只放着不动不会开心，要做一些动作，要结账，对，就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你这样子看听起来是就是要反应也是要非常的，对，临床反应真的是要很厉害。所以刚刚讲说台下其实是怎么样十年功，其实有些你们可能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天分。我们呢今天其实在虽然是节目是录制，但是呢我们现在就要让大家确实来体验一下直播的魅力到底在哪里，直播给大家来看。 OK， 好，谢谢大家。我们当直播主就是可能要比较敢放下身段要不要脸，脸皮够厚，真的不能有偶包，有偶包没有办法当直播主。那这样一年可以有多少收入啊？有时候我们也会开车啊，或者譬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跟我搭配的直播主嘛，他是营养师，所以他也很厉害，然后我们就会讲说，哎，你东西不要只放在购物车，要结单，要做一些动作才会比较开心，就类似这样子的，可能会做一些这样子的问题。你只放着不动不会开心，要做一些动作，要结账，对，就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你这样子看听起来是就是要反应也是要非常的，对，临床反应真的是要很厉害。所以刚刚讲说台下其实是怎么样十年功，其实有些你们可能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天分。我们呢今天其实在虽然是节目是录制，但是呢我们现在就要让大家确实来体验一下直播的魅力到底在哪里，直播给大家来看。 OK， 好，谢谢大家。好，直播魅力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带大家一起来感受。那么我们的直播女王阿娟，她直接现场带货。嗨，谢谢大家哈。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了，我线上已经有非常多我们粉丝来，粉丝们先帮我刷一波乐活 so much 好不好？感谢大家，你看现在已经刷起来了。对，现在已经刷起来了。对，我们的粉丝，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粉丝真的很挺我们哈。那
今天呢，我们今天没有要卖东西，今天纯粹就介绍给大家好物哈、嗯。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嗯，虾块，这个是我们、最近可能都会被我们配合的直播主叫虾块，也是非常厉害的网红哈、哦，非常厉害的网红。虾、嗯、块，你知道女生如果、譬如说你生病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会吃维他命 C 嘛，对不对？对啊。然后呢，哈，我们平常吃胡萝卜啊、我们就跟马一样可以跑得很快，看得很远，对不对？然后还有维他命 E， 我们都会保护皮肤啊、这些东西营养素。但是呢，我们平常大家因为你看，要像大家身材这么纤细，有时候我们不会吃到这么多的食物。但如果有一样东西，维他命 C 可以到70倍，哇！然后呢，维他命 E 呢至少有7倍吧。对，然后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是10倍。10倍。如果有一样这些东西呢，把这些所有的营养素吃一个就可以补充起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好？非常棒啊！好，大家有没有觉得？哎、你看大家非常的支持，还在乐活so much。哇，感恩呢，谢谢。对，刷起来，刷起来。那其实这个东西，阿娟可能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如果你们之前呢，可能瓶瓶罐罐，平常保健食品补充很多的，来，今天可以一个东西就让你可以所有的营养素都补充进去。有一个现在非常厉害的，而且以前早期这个东西呢，叫在都在东南亚，现在在台湾已经成功的引进了，种植完成了，就在我们屏东高雄。对，已经有一片，所以呢，你就原本单价都很高的，早期这样子的这么厉害的东西，营养素含量很高的呢，单价呢也都很高。既然我们引进台湾的这个东西叫什么，你知道吗？它叫做木鳖果。哇，对，可能很多人已经都知道。我知道它是不是就上帝赐给人类的圣果？哇，你好厉害哦！哈、啊，我那有些人知道，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啦。哈，那不知道的没有关系，今天知道的来。今天呢，因为已经在台湾通通都已经有引进进来了，所以今天呢，如果有兴趣的人呢，到乐活so much的粉丝团自己去看搜一下，对，去搜寻。那今天阿娟就纯粹介绍给你们这么厉害的东西，而且你看哦，不用那么麻烦，不用吃一大堆番茄，不用吃一大堆，就一颗就好，对，不用吃一大堆的那个葡萄柚啊，或者洛梨维他命 E 就很多嘛，对，你就不用吃到很多、大家都怕胖，所以今天呢，这一个呢就可以让你把所有这些元素通通吸收进去，就连男生都可以。对，你知道吗？哎，你讲对了，果然是尊重他的男粉丝，因为哈，男生有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叫做茄红素，我们的木鳖果里面的茄红素含量70倍。哇，对，所以男生一颗就好了，不需要吃到一堆番茄。加一加一啦，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哦，加一啦。好，那大家现在呢，乐活so much字有点难打换，你可以帮我刷一波木鳖果，好不好？就是阿娟今天介绍的是什么东西？今天介绍的东西叫做木鳖果，所以它非营养含量都非常的多哈。有兴趣呢，就到乐活so much上面的粉丝团去看。对对对，好，那所以大家今天呢，就帮我对，感谢。感谢啊，感谢 DK， 感谢哇，感谢大家，真的哇，你好久没有出现的，大家都出现了哈 ，SO， 谢谢。好，谢谢柔一帮我刷一波木鳖果。对，今天阿娟介绍的就是木鳖果。好，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就先到这一小段一小帕。好，那大家呢，希望大家再多多吃，关注先点起来。阿娟随时介绍非常多好的东西介绍给大家哈。好，感谢大家支持。先我还没有关播，但是录影呢，我们现在可能会先咔一小段哈，好不好玩？好玩的话也可以帮我刷一波好玩，可以的话就帮我刷木鳖果，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阿娟，就直接在直播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哎，到底怎么样带货？是，因为我们是节目上录制哦，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要带货的。对，那如果大家对阿娟刚刚所说，你可以到我们的乐活so much 粉丝团去搜寻一下，就会明白。那还真的蛮震撼的，我想说，是不是要刷一下？刷一下，跟粉丝的一个现场互动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要随时知道他们哎想问什么，那你都。回答，还有告诉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物。其实我最后想要请教，就是说，你们是不是都很耐操啊？或者说有些人、欸、一看之后，他们觉得、哦、他也想当直播主，有没有什么？如果他条件不是这么好，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努力跟持续不怠。
因为呢，做直播主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直接就变成一个直播主或有这些成绩的。我们两位无论是影音的部分还是直播带货部分，其实都是需要长时间的耕耘，固定的时间。那如果你这条件不足，其实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方式，只怕你自己不想努力。因为其实尤其是直播带货，我们并不是一定要什么俊男美女才能做直播带货，可能影音的部分可能会需要一些，当然外在条件会有加分，会让人家吸引你，可能看下去的几率更高。但是呢，我觉得平常多读一些书，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平常你喜欢的直播，譬如说喜欢我们雅芳啊，哈，雅芳有节目上去的时候就跟着他一起讲话，学他的口条。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直播主呢？你就跟着他学习，主要也要符合他的人设，就锁定一个对象来做学习跟模仿。没错，因为每个人的口条或讲话方式不太一样，所以你就可以挑一个你喜欢的主持人，譬如说有些会去模仿吴宗宪，哎，很厉害哦。对，那有些人可能会学习的奶哥啊，或者是不同的大型的直播主，你都可以去跟他做一些学习，再调整成自己喜欢的模式就好了。但是主要就是努力努力，不能停，不能停，不能停，学习学习再学习，对不对？抗压性也很重要。那相反呢？你觉得如果说他条件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比如说两位其实都是站在第一线在服务，比如说你之前是服饰嘛，服饰店老板嘛，您接触人群嘛，那老师也是。是啊，可是他可能他想要当直播主，可他会害怕，或他觉得条件不够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当直播主就是可能要比较敢放下身段哦，要不要脸？没有，脸皮够厚，脸皮要够厚。我们也是，对，是，对，不能有偶包，有偶包没有办法当直播主，要丢下偶包这块。对对对对，就是放下身段，放下身段，没错，抗压性，真诚沟通，对，然后要不怕操，对，耐操，好痛，不要得。那这样一年可以有多少收入啊？哈。好，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朋友请私讯，应该说到他们的直播平台，没错，到他的抖音去留言，去留言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在我们的乐活 so much 的粉丝团留言，那我们会跟大家请前两位来解惑。或者还有呢，就最后要记得追踪订阅 so much 的这个 YT 频道。好，今天节目呢就进到这里咯，谢谢我们两位女神，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咯。嘿，还要跟粉丝再会，拜拜。